哎，大爷，你知道圣医院咋走不？大爷，这大爷耳背吗？我靠近点试试，长得有点吓人啊，这样。大爷，圣医院咋走知道不？我迷路了。给我滚犊子！哎呀，这老头脾气有点暴啊，他干啥呢？玩啥呢这是？我过去看看去，他在那儿划拉啥玩意儿呢？大爷，玩啥呢？这么好玩？水果忍者好玩吗？让我也玩玩呗。我跟你说，我玩这玩意儿挺厉害，是不是？就是水果啥的种地上，然后打僵尸啥的。上次我跟我们村老头玩，我当水果，他当僵尸，我一砖头过去，那老头现在连他自己家后院都找不到了。看你划了半天了，过不去吧？我给你过吧。你要不给我玩，我也扔你啊！大爷，别划拉了，给我玩会儿。你旁边不是有个吗？咱俩联机，对面那小子把章鱼护手机上了，我划拉不过他。我这儿没有触屏啊，这电脑里都啥玩意儿啊？五年高考，30年模拟，如何用头修电机？演队友的100种方法。大爷，这都啥玩意儿啊？这没有啊，这是啥？戒除网瘾学校，这可以啊。喂，我这有个老头，你们收不？网瘾。老大了，划了好几个点了，拐杖都撇了，快来接他一趟吧。没事没事，钱不是问题，他有颗金牙。对对，来吧。大爷，我先告辞了啊，你自己慢慢划了吧，一会儿人来接你。待遇老好了。